昨天上课收到了新的一个信，这个信的话还蛮长的，然后它打印的格式也不是正常的剧本的格式，所以我收到的话，我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我叫 Holohan，这是我的角色，所有画这个highlight 黄色的这个是我的，那我都把它画出来，这样的话比较方便我看。这是我的第一步工作，就是把所有的都画一下。那一共有3页，如果是换成是正常的剧本的格式的话，那估计是可能，有可能是10页纸了，也就是10分钟左右。当然，这个original 这是一个舞台剧，我们这个。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，一个部分，是关于这个 Betty 和这个 Holohan，可能是刚开始见到吧。我现在还没有去，research 这个人物和这场具体的性的这个情况。我只是大概知道这个 play 是关于讲一个什么故事。它是讲了一个单亲母亲带着孩子，然后从缅因州去到了纽约，找了他妹妹。他妹妹后来又出了意外去世了。他妹妹原来做什么，他也跟在做什么，也跟他的那个妹妹的男友在交往，就有点复杂。然后他儿子的话，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话，后来估计也是没有很好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嘛。后来他也是跟了一帮。像小混混一样的小流氓这样，就是最后，他们想去骗人家的钱，就把别人骗到家里，然后把他们杀掉，然后再去，偷他们的东西，偷他们的那个什么，手表啊，值钱的东西啊什么的。然后可是结局的话是，这个孩子，这个单亲母亲的孩子被。杀了，而且是被斩首，就是把头给砍掉了，就挺惨的一个案。那这场戏的话，就是这个警长、探长跟这个 Betty 这个单亲母亲的一个，应该最初刚开始见到不久的一个对话吧，就是这个警长一开始就怀疑是他妈妈杀的。看这个词非常多啊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呢，还是蛮大挑战的，而且有很多生词嘛。然后昨天在课堂上是读了一遍，读一遍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当然第一次读就算没有生词，我也会只是读而已。那现在我的功课就是先查查这个资料，这个戏的资料，这个人物，然后这个故事。接着的话，我就要查这个词，把所有不会的词、意思不懂或读不好的词都查出来，标注好，然后接着就读，最后把它背下来。那这是我的步骤。维基百科这里就能看到它的基本的一个资料。Landscape of the Body 是正确的这个剧名，这有它的这个故事的梗概。然后表演的一个历史，就有曾经哪些剧团或者是在哪个地方演过，然后一些参考的资料。那我用这个名字再去搜索一下，搜它的原剧本。这看到是有的，但有些是可能是不能下载，有些是能下载，有些是能在线看。这是作者，有些是要付费。因为这都涉及到版权嘛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免费的。你看这个要13块，其实将来就是用的多了。要做这个 research 的多了的话，其实可以在某一个网站上付费，可能付1年不是很多钱，但是你可以有很多。但目前来说，我暂时没打算。
看我们节目的朋友，如果您知道哪个网站付费啊也挺划算的，或者说内容很多的这个啊，也麻烦分享一下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就进入到下一步，就是我把不懂的词给查一下。斩首，我就是看起来好读，但是好像我读的不准。decapitation。Decapitation. Decapitati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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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capitation.其实还蛮多的，我现在逐个来读一下，把生词读一下。